Flowers, I don't need no shiny jewels, only one.
芝卡轩是花莲县政府规划的游乐园区，县民携带证件免费，非县民也只需要50块钱哦。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，中午12点到1点半是戏水区的消毒时间，不能下水。玩水的人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吃饭、野餐、逛逛园区。园区内除了适合小朋友的戏水区之外，还有大朋友和大人适合的360度滑水道。站在水道的旁边都能听到超夸张的尖叫声。如果有来花莲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消暑的好地方哦。这一条非常美丽的青不知子天空步道呢，其实有一个有一点可怕的传说哦，不对，是两个，它有两个有点可怕的传说。那其中一个呢，就是说早期啊，有一位原住民的妇女，她背着她年幼的孩子要穿越这个古道，可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太危险了，所以她很紧张很紧张，小孩都已经掉下山崖了，她都没有发现，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小孩已经不见了。那另外一个传说呢，就是说以前的原住民呢，他们需要向外取得物资，那就必须要穿越这一条步道。可是因为这一条步道啊，以前就是地势非常的凶险，所以大人啊，如果要带着小孩过去的话，还要把小孩绑在身上，然后贴着山壁才可以通行。只要一个不小心，小孩就会掉到海里。这些传说听起来真的非常可怕，很难想象这么漂亮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可怕的传说。所以啊，当时这一条山崖对原住民来说是非常可怕危险的地方，也因为这样，这里在1971年的时候就荒废了。后来风靡乡公所耗时了3年的时间重新打造了这个美丽的海景步道。不过啊，后来又发生了落石的危险，在2020年10月又封闭了3个月，一直到2021年才又重新开放。所以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，目前进入步道都要佩戴安全帽哦。